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我是沈发慧，现在又是新的一年，发慧在这里首先祝福我们所有乡亲新的一年能够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那这个过去一年，发慧受到乡亲大家的支持跟这个爱护，让发慧有机会以这个不分区立委的方式重新回到立法院。那这个在这里首先感谢所有乡亲20年来对发慧的栽培跟支持，过去一年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乡亲，大家这个对于品瑜、对于景豪、对于这个雅玲议员的支持。那我想这个我们未来大家会同心协力，希望能够为我们这个地方能够做更大的付出跟贡献。那这个新的一年大家都新的希望，再一次祝福所有乡亲新年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恭喜大家。